二十多位从西德科大学的学生代表，有西德科隆大学的中国籍教授赵振江博士陪同，今天到花莲参观。这些即将从大学毕业的学生，这次特地到中华民国做为期2个星期的参观访问，以便对我国的文教经建情形有实际的了解。他们今天在参观农民大理石工厂的时候，对我国的翠玉军人辅道就业制度非常感到兴趣，他们问了许多问题，并且做了笔记。这些西德青年学生即将在后天离开台北返回西德。